国度故事眼镜史，让我用美食来说明拥有让女生感动落泪的古城小吃。他现在要眼眶已经很累了，吃着台湾的料理，然后想着源自在马来西亚的家人。让主持人一次次突破极限的马六甲风味。它其实是有毒的哦。有毒？这个鱼是之前真的我没办法克服，我在这边承认，节目上我都强颜欢笑。快跟着我搭乘美食时光机，一起探访古城去。第一名的旅游节目30台爱玩客。